从六米高蜿蜒的溜滑梯溜下来，过程相当刺激。这里是台北市南港区东洋公园的八米高魔王塔，被称作魔王塔是有原因的，因为小朋友要到最上层玩溜滑梯前，还得手脚并用的通过星际穿越墙、夏绿蒂的网、飞碟爬山区及魔王攀岩墙等关卡。我们将整个游戏场，它可以会训练到小孩子的一些肢体发展的一些元素，全部融合在一个我们的东洋的魔王塔里面。哦，那这边是一个八公尺的魔王塔，那它的那个滑道有六公尺高。那小孩子如果要上去溜这个溜滑梯的话，它中间有五道关卡，哦，那每一道都可以训练他的那个肢体平衡啊，或是他那个手脚的那个协调。对，那他一关一关爬上去之后呢，然后再从那个六公尺高的那个溜滑梯上面溜下来。这样子，那我们主要就是在这个比较场地有限的一个空间里，游戏场里面，哦，我们希望可以整合许多的那个游戏的元素，哦，那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个比较有高度的，就是有纵深的一个那个魔王塔，让小孩子可以在里面尽情的畅游。这样有特色的魔王塔也吸引许多家长带着小朋友来体验，连外县市民众都慕名而来，直说对小朋友很有挑战性。觉得它造型比较特别。特别，对，嗯，然后有点挑战性，对对对，他说他们要看这个玩这个，我说好啊，可以啊，就这样。小朋友最喜欢的还是六米高的溜滑梯，不过过程中的爬绳、攀墙关卡也很获欢迎。那个超大的溜滑梯，因为它会从一直转一直转的下来。啊，中间过程会不会很困难？爬来爬去有点。最喜欢哪一个项目？中间，因为呢，中间的也很有挑战性。那溜滑梯呢？也很好玩。不止好玩，在挑战过程中，大小朋友更能学习互助合作、寓教于乐，收获满满。其实，在这个游戏场里面，还可以做跟其他的小朋友做一些互动。那有一些比较大的哥哥姐姐就会像我小孩子，如果某一关如果可能比较爬不上去，爬到那边没力了，那些大哥哥大姐姐，哦，他们就会拉他一把，嘿，对，那其实在这当中其实就是一个互动啦，就是大朋友和小朋友之间的一个互动，其实这就是一种社会相处的模式。而在中信园区旁，以丛林为设计概念的三重世贸公园也很受大小朋友喜爱，尤其这座摆荡绳索是现场人气最高的游具。因为三重世贸公园在接近那个中信园区那边，那其实那个假日的时候，其实也是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去那边游玩。那个摆荡绳索上面，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小孩子就站在上面，就尽情的做一个摆荡。好，那这算是我们南港区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游戏设施。除了东洋公园与三重世贸公园，在南港区还有以三铁共构为发想，设计出飞天火车的南星公园，以及采用东北角叠山地形为基盘设计儿童游戏场的星星公园，也各具特色，好玩又好拍。欢迎家长带着小朋友一一前往体验，享受美好的亲子时光。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。